好，来，在刚刚的这一个，我用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来做。OK， 如果我要用比较快的方法来做这一题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想象成我的 fx 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用那个dy dx 等于 limit del x 去零，我的 f 括弧 x 加 del x 减 fx over del x 这样的一种方式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limit del x 去零二括弧 x 加 del x 的 square 加五减二 x square 加五 over del x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 limit OK del x 去零二括弧 x square 加二 x del x 加 del x 的 square减 2x square 减 5， 然后 over del x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 limit del x 去 0， 然后它就剩下 4x del x over del x 加2 del x 的 square over del x。 OK， 因为我把这个乘进去，然后刚刚的这个加五我没有写到 ，OK， 然后这个加五跟减五，我就可以跟这个弄掉了。然后我这个出来的时候其实是2 x square 嘛，然后我的这个可以剩下，所以我这个乘这个的时候剩下的是4 x del x 跟2 del x 的 square 这样的一种东西。OK， 好，然后过后我就有 limit del x 去零。4x 加2 del x 4x OK， 因为我的这个 del x 变成0，2 乘0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。